飲嘢啊，啤酒汽水啊，隨便自己攞啊嚇。好，跟住個頭，大口先啲，大口先。副主席陳正良副主席為大家致辭，俾熱烈的掌聲。各位嘉賓，我相信在座各位咧對足球咧就非常之有興趣噶啦，所以咧受我哋下轉鄉事會、下轉鄉體育會係嘛誠邀各位嚟我嚟到我哋參與我哋嘅賽事，同埋係第一屆下轉鄉七人足球賽嘅邀請賽。東方匯財杯，即係匯埋啲財喺個袋嗰度嘅。首先，我哋有請東方匯財證券控股國際有限公司嘅董事李雅貞女士上一上台前先。嗱，季軍，季軍係魯域足球隊。好，有請季軍，魯域足球隊。有請魯域嘅代表。成隊人啊，地方夠大啊！好多謝魯域，影相影相，拍照留念。跟住亞軍嚟啦！亞軍係順清足球隊。有請順清足球隊。嗱，呢個組別咧就55歲嘅組別嚟嘅，55歲啊，快快啊，快啊快啊嘅。好，冠軍。冠軍係下千鄉體育會。自己人啊，下千鄉體育會，麻煩你上一上台前。來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啊！好客气啊，女啊女啊，在欢呼声里找到个希望，人海中跟你浪人浪，人浪发梦，每日天都浪漫，随便发梦，即刻通常董事咧同你逐个带上去嘅，不过你哋讲时间咧就自己搞掂啊，领导。拍埋啲英國靚相，嗱下一屆嚟過啊，下一屆啊，好，多謝李亞貞董事。第二组赛事，天汇科研杯，咁啊，梗系有请我哋天汇科研有限公司嘅董事许世辉先生，俾热烈嘅掌声，有请啊，许生。季军就系第三名，爵士足球会，有请爵士足球会嘅 member 上上台上。室內有冷氣就好啲，出嚟冇冷氣就長長。影咗未？董事請留步。跟住亞軍就係天北足球隊，有請。
好，多謝各位。嗱，重頭戲啦。太過長喎。冠軍人馬出場啦。分兩。嗱，講下啲組咧，就四啊歲或以上啦。冠軍人馬又係我哋下轉啦，體育會，俾熱烈嘅掌聲。阿華哥要上台。下轉啦，體育會嘅成員。OK， 多謝各位。多謝許生。好玩啊！第三組嘅賽事，講下個名字，就係霸道嘅呢個名字，叫黃庭杯啊！四十歲或以上嘅，你估下我哋揾到邊個過嚟頒獎咧？我玩你啦，兄弟！有請我哋黃庭花園酒家董事長。兼鄉議局的特別議員鄧中偉先生，俾熱烈嘅掌聲。佢話掌聲唔夠出嚟喎。嗱，交個麥俾你。OK。嗱，我哋一樣啦，由貴君翻起。貴君的獎項真係辛苦曬，又係我哋下川鄉體育會啊！俾熱烈嘅掌聲，有請下川鄉體育會四十歲界別嘅。隊友，隊友啊！喂，我哋冇咁易咁快飲醉下，點解唔行出嚟嘅？有冇搞錯啊？好嘢，好嘢，落呢度啊，睇。接亞軍就係青山聯體育會，有請青山聯體育會第二名啊！人才鼎盛啊！多謝多謝多謝！除職就是冠軍的人馬，黃庭杯的冠軍人馬就是噔噔噔噔，志強足球會，有請志強足球會請到台前。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恭喜！今天呢，市委會主席杯公開到不分年齡啊！熱烈掌聲邀請主席夫人上到台上。有請啊，董總。嗱，我哋第三名，有請第三名季軍嘅天德足球會，有請天德足球會拍照留念。我唔玩，唔玩得咁夜，我聽日要翻工。今年三點啊，今日一點啊，我就話。都手請留步。下面第二名，協保足球隊，有請協保足球隊的代表。交流添 ，A G D 嘅掌聲。好多謝各位，多謝各位。第一屆夏川鄉七人足球邀請賽公開組嘅主席杯冠軍，天德足球隊，有請天德，天德啊！恭喜曬，繼續好嘅命。熱烈嘅掌聲，多謝多謝，夏川鄉嘅李建和。陳志剛，東方會財錶杯的神射手啊，拜拜你！有請漢陽先生評歌聲，為我哋頒獎。神射手啊！兩位，兩位，兩位，兩位。李建和先生、陳志光先生，恭喜你！恭喜曬！我去科研杯嘅神射手係邊個啊？嗰個做村長嘅喎，你估唔估到係邊個啊？估唔估到做村長嚟咗未啊？走咗啊！有請蕭玉華村長。你行上去先，嚟，跟我嚟。影視紅星為我哋頒獎嘅就係陳瑞瑞小姐，俾熱烈嘅掌聲！陳瑞瑞小姐為我哋頒呢個獎。係咪要射一彈㗎？喂，我哋聽到冇人睇到我，好煩啊！搞錯，佢頒獎就站喺上高，我頒獎下低。跟住黃庭杯的金靴獎是誰所屬呢？有請麥耀德先生、朱國良先生，來自自強足球會的兩位人士。OK 啦，你射咁多波咧，就唔該同啲對手打個招呼先啦。你射穿佢個網。乜仔？嗱，邀請嘉賓就係嘟嘟嘟嘟女歌手。譚家全小姐，有請。
先。咪得咯。自拍噶。哇！掌声啊！掌声。OK， 多谢有恭喜。主席杯组别嘅公开组嘅神射手。不如我哋邀請個嘉賓上先，我哋下村鄉鄉事委員會副主席陳積良先生，李家俊先生，足球之友嘅，麻煩李生上上台上接受。幾多斤兩啊？我話手配我聽啊，其實好攰咯咁。一恭喜曬李生。唔該，副主席 ，thank you。成個頒獎典禮就圓滿結束啦，大家飲嘢食嘢，冇令佢停。